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玩的游戏是《天龙八部》自冠出品的单机游戏。那应该蛮少人知道这款游戏的。这款游戏18年前，2002年出的。好，那大师当时有买正版的光碟，有我记得是三片，我还保存着，盒子我记得也还留着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那这款游戏是由外旁人，就是新的一个角色去看《天龙八部》里面的世界的剧情。好，那我们就姓雷名正吧。Go go！ 好，可以配音了。等一下啊、不赶快逃离这里，就怕爹娘前些时候在家门前。这位公子命格不凡，实不该枯坐家中。当真？心不心在你啊，哈哈。娘最相信这些相命之事，不如便以此跟娘说，让我去离家出去见见世面。娘那关肯定是没问题，倒是爹，不知道他肯不肯。反正就让娘去说客呗。我刚刚没有按哦，刚刚是他自动跳的。就是前期的废话我讲太多了，然后他走路就是这么慢，他没有顿哦，就是这么慢。然后跑步要按 Shift 才可以跑步。雷府大厅，少爷，瞧你的眼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？哎，雷叔，你不知，我今有做个怪梦，那些向爹娘提亲人又对我纠缠不休，这下可让我下定决心，非得出去外闯他一闯，可不能就在待在家里任凭宰割啊！少爷也该是时候了。我知道，雷叔你不必欠我，我这次是一定要。哎，雷叔，你刚刚说啥？你居然没反对？少爷，你姑且去试试吧，看看老爷怎么说吧。说是一定会去说的，但你的反应可让我吓了一跳。以前你总是搬出一堆理由，好阻止我离家的想法。少爷。若老爷允了你这事，能否请你在离家前来朗读这儿？我们跟娘说话，娘，雷夫人，这怎么了？瞧你的精神不太好。娘，前些日子还有遇上一个相士，他说我命中注定要离乡闯荡。你一直在家乡待着，对我并不好。哎，又来了，你又想离家了？娘，这是孩儿的命格，你不是最信这个的吗？若能找你，让你早些讨个媳妇，或许可以改运，让你的命格转换一下。千万不要，娘！蒙在说讨媳妇的事，我做梦都没梦到那种场景，也难怪我精神不好。你这孩子，也是时候了。爹，你回来了。老爷，难道正儿这么快就要离开我们了？儿子年岁不小，也该是让他独立的时候。更何况，他是有天任的。诶，爹，你答应让我去闯荡了。不过你别小看外面的江湖世界。为父已从外头请来两位武师，希望你能向他们请益，多学一些武功。是。还有，在你离家前，为父会给你一笔零养，此后便不再给你资助，除非当你有小有所成，能够回来继承雷家的传家之剑及传家之甲，为父才会再给你资助。老爷，夫人，别说了。朕，你可以接受为父所说的条件吗？
海尔接说，海尔一定不会让爹娘失望。想不到娘还是留不住你在你身边。娘，你别担心我，我又不是不回来了，而且说不定到时还找个漂亮的媳妇回来呢。贫嘴。真，你去准备准备，为父会在前面的大厅等你。爹，这是给你的盘缠，好好的运用。为父等你回来继承传家建家，你好自为之。是。此番出外，你无甚熟识之人，为父特为你准备了一封拜帖，是往大理的茶商马武德。啊，我还没念完，多谢爹。不知传家剑甲是什么？是一把龙横剑及一件夜叉两极咒。这剑甲已在雷家传了好几代，至于其中历史，留待你回来继承剑甲时再说吧。要如何才可以记得，得以继承家传家剑甲？当你在外头闯荡些日子，仍学有所成，回来通过为父对你的考验，便可继承。马四伯的府邸位在大理何处呢？你向贵州城北方出去后，往左从乾陵进入大理境内，你马四伯的府邸便在乾陵左下方不远处。这是念钱吗？大家可以帮我吗？这是钱吗？还是金？乾陵。是，谢谢爹。好，走吧。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娘，爹，我要去闯荡江湖了。他给我东西。平安符，你说你带着，还有这个黄金石是娘的私藏品，你收着。若真的盘缠不够，就把它给卖了。多谢娘，娘对我真好。不像爹只给我100两。爹好小气哦，他怎么给我100两？还是娘最好了。黄金石，哦对，这个拜帖啊是可以看的哦。马兄，烈子初探江湖，还请照顾一二，余弟亦叩谢。哎，找谁？我们要找那个仆人。仆人在下面，他要给我们一个任务，当然不解也没关系啦。雷叔，我来向你辞行了。是，出门在外，希望少爷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放心吧，老奴有事想麻烦少爷。什么事？老奴有个多年的朋友，已经好久没有见面。前阵子老爷赠给老奴一个人翡翠，老奴便想起我这个朋友，因为他特爱收集这些玩意儿。我明白了，你是要我帮你把这些东西送给你那朋友？是，少爷可否帮我这个忙？这我才刚出去闯荡，对江湖不太熟，可能不太方便。没问题，你把东西交给我。多谢少爷。这是人翡翠和我写给他的书信。我那位朋友名叫段博，住在大理城，就麻烦少爷为我跑这一趟。没问题，就交给我了，拜拜。这种故事的套路就很一般，有没有？一般的套路都是这样的，在不就是一般的人士的子女，然后出去闯荡江湖这样。OK， 一开始一大堆任务了，然后我要干嘛？对，我看一下那个帖子好了。博无有，久未见如音讯安乎？今少爷出门游历，特托其带信于奴，并带一人翡翠给奴，
叛徒接信后回无讯息，一安无心，自有仆手书。 OK， 声音到底清不清楚？田猛，田猛，哎，点不到，是雷公子吗？正是，你是爹请来的武师，鄙人田猛向雷公子请安。田武师客气了。田武师，我先问他其他的，起舞号就战斗了。田某上场的是通臂拳。田某本在河北做一家一人家的护院，有一日在街上巧遇老爷，听他逮捕歹徒，故而结识。啊，原来是田武师，便是爹的救命恩人，失敬失敬，不敢当。老爷待人厚道慷慨，我受他不少好处，我才该感谢老爷呢。王六，雷公子，王六在此恭候多时。哦，是王武师。王武师擅长哪门武技呢？我老王凭着一套盘龙棍法，打遍天下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啊？主角无言。如何认识我爹的呢，王武师？我本不是个老爷，是透过一位朋友推荐的。原来如此，不打扰了，拜拜。好啦，我们打一下吧。我想和你习武。真的不晓得，所以主角很委婉的无言了。无言，是没问题。老爷已经有交代过，天魔学的通臂拳，请公子指教。诶，田武师，你是要和我对打？先和公子切磋一下，了解公子的底子。这，公子接招吧。主角一脸心虚。诶，等等等等，我的掌风呢？我没装，对不对？我还密死。下面是蓄力条。我被打应该都死了，我记得了。还没，蓄力条满了之后才能攻击，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攻击。我记得空白键是预设，你看打他才一滴，所以我们这场是必败的。必败。一次失败不算什么，何况公子的天赋很高。相信假以时日，便可赶过田某。田某，这就将通臂拳法传授给公子。多谢田武师。虽然公子天分高人一等，但毕竟对拳法还是初学。奉劝公子先和田某多练几回，将拳法和内功心法熟练后再出门。哎，他都不让我练完，就直接下一句了。有啊，我的装啊。界面很像新蜀山群侠、哦、我新蜀山群侠是没玩过了。来吧，就请王武师传授你的绝学。成，包在我老王身上，定将公子教会。刚好，这便是盘龙棍法。哎，王武师人好 nice 哦，他不跟我打，他没有先帮我打一顿再教我。黑公子，你就跟我蒙客气，出门在外，让我王六提点提点。虽然自身体魄力量需要锻炼，但也别忘了护甲武器的辅助。所谓御膳其事，此外需要好的内功与招式，将之功力提升，便是出游江湖不可或缺的。要不然，即便是流寇猛兽，稍微不慎也能让你吃尽苦头。是，有了王武师提点，我会谨记在心的。哎，他都不让我练完。苦的还是百姓，周老爷又在为城里的公司烦心啊，多亏有劳你劳心，贵州城的百姓才能安居乐业。雷公子，快别这么说，城里的政务全赖知府练大人，犯得井然有序，老夫不过是恪尽本分的小官。周老爷失职，城里的财税可是一大重任，周老爷如此清廉，城里的百姓都很放心。这都是应该的，只因世道日衰，人们才以此为意。
雷公子难得光临寒舍，多坐会吧。盛情难却，这下就有叨扰了。只能说是叨扰，老夫欢迎都来不及了。周老爷究竟为何事烦心呢？可是公务上的问题，这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此话怎讲？城里有个官员假职务之便，谋取私利，监察非我所事，自然也不能称为公务。当真？到底是哪个贪官？有些事还是别知道的好。雷公子就别问是谁了。此人党羽众多，还有朝廷的人在撑腰，若无物证，连练大人也不能奈他如何。难道只能任由此人贪赃枉法？周老爷，快想想办法啊！一切只能望老天爷张大天眼。怎么没看见令千金呢？这丫头成天往外跑，一个姑娘家抛头露眼，真是的。小雪生性活泼，周老爷就别放心上了。哎，我也懒得管，反正女儿迟早要嫁，到时也是别人家的媳妇。女儿不论嫁到哪，也会惦记着爹。惦记又如何？做人媳妇便要养儿育女，照顾公婆，竟在同个乡邻里也难见呐。啊，这样吧，小雪要是嫁给公子，我便能日日与女儿见面。什么？这个，这下尚未定心，还不想娶妻。再说小雪也有自己的打算，说不定已有心上的。我是他爹，他嫁谁当然由我决定，管他有没有心上的。这样不太好吧？瞧你紧张的，老夫不会跟你开玩笑。雷家周家也只有房子的门户相对，毕竟雷家是一方富家。没这回事，你千万别这样说。义囊还在闭门苦读吗？我将托给城里宿儒，吃住都在先生那。周老爷为义囊下了不少苦心吧？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啊，当然希望他能出人头地，在朝廷某一个官一官半职，别像我只是个地方小官。也像周老爷这样就很了不起，你就别对他太苛求了。在下贵州雷震，不知前辈有何防忧？传西比林浪也敢闯，速速离去。好，他不理我。忘就是三儿子的意思。哎，是小蝶，小蝶啊，雷大哥，你怎么会来这？我选哪一个？许久未见小蝶，来看看你过得如何。是啊，有一年了。对了，我爹娘怎么样？我爹娘过得如何？他们还是一样身体健康，一样的恩爱。那小雪呢？小雪怎么样了？小雪还是一样活泼开朗，他们都想你想得紧呢。那我就放心了，人间再见到雷大哥正好。人跟人之间要生活在一起，真的好难。怎么了？村夫对你不好吗？不是啦，不单不是对我好不好的问题，也不只是我夫君啊。小驴说的话我是一点都听不懂，这等雷大哥娶妻后就会了解了。我也不懂啊，这我在想爹娘呢。陈云刀，那我们等一下哦，我刚没有看上二子有没有变化。我们选一看看，查攻略真的很方便。怎么了？他生气了。好像有下降哦。好，所以我们刚刚选二是比较好的，对不对？
哦，女人心海底针呢？有下降，好像没有，他不理我。哇塞，真的是哇，女人心真的是可怕、啊，有没有？刚才还告诉我在小爹娘，现在都不告诉我了，好可怕、啊！我加22，哦，还要放对位置哦。我记得以前有攻略是写说哪个心法配哪个心法，那个通臂拳啊，只能学到2或者3或者5这样。哎，吓我一跳！哦，肚子好饿哦。低渣饮食，我即使吃很多还是很饿，好像也不能吃太多。李玉，李玉应该是夫君吧？在下雷震，贵州人士，是小蝶的同乡，兄台应是他的夫君吧？是小蝶的朋友啊，小生李玉有失远迎，罪过罪过。小蝶似乎有心事，狄兄知不知啊？雷某失言，小蝶毕竟是狄家的人，我不应过问。放心吧，我不是小心眼的人，娘子有人关心，何足嫉妒妒忌。那么小蝶是为何事烦忧呢？不过是一些日常琐事，或许是小生不够贴心吧，我会向娘子道歉的。哎，完全不是。小蝶有黎兄如此明理的夫君，真的太幸福了。完全不是这样，你完全误会了。在下雷震，贵州人士，久闻黎前辈刀法绝妙，特来请教。我黎老汉哪会什么刀法，公子请回吧。据说黎前辈的才道18路非常……哎，别说了，不过是以讹传讹，老夫不过是砍柴砍着手练，别人说我会什么17招18招。黎前辈是18路才道，18路管他什么名字，都是胡扯。李前辈，我妹这是诚心诚意的向你请教。那么我也诚心诚意的告诉你，我没有什么功夫能让你请教。OK， 不屌我。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大家要选哪一个？大家都知道吧。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岂能回。这题我要是选错、哦，我国中直接重读、哦。我跟你讲，答案绝对是一的、啊。公子真是厉害，和公子也算有缘。这藏宝图就给有缘人吧。当真？只要1000两。不是说给有缘人吗？怎么还要钱？如果没缘，可不止1000两。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？我考虑，我先存个档。哎，很贼耶这个人。我看一下哦。所以要，要。运动饮料可以稀释，可以稀释。那怎么给钱呢？要这样，来按着移到画面左，然后给他，然后输入1000，确定？好吧，请卖给我，算你是货，再多送你一只铲子。莫名其妙。哎，那个平民的 NPC 我就不念了，因为剧情文字太多了。除非主角说话了。主婆婆，雀姨，你们要聊什么？哎，我们在谈雷公子你啊，公子什么时候谈媳妇啊？啊，我们被林少还没定心，讨论媳妇的定心啊，雷阎王等着抱孙呐、啊。你看孙员外的千金怎么样啊？孙姑娘吗？雷家与孙家可是门当户对哦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两家结为姻亲，对生意上帮助很大。
感情的事怎么能和生意相提并论？况且孙姑娘也有自己属意的对象。她属意的对象不就是雷公子吗？怎么可能？他对我凶得很。孙员外要帮女儿招婿，他是怎么都不要。那对雷公子特别凶，就是对你有意思啊。雷公子觉得他怎么样啊？早点成家，早点定亲。烦死了，烦死了。林娘继续聊，晚辈告辞。好好、哦，这边写什么？他说先走，我们先去找那个宝物。宝物在哪里啊？这里。他说我字条。这里。有字条，想要宝藏就到铁布门口。又有字条，到摘星楼门口找下个讯息。我不要娶温圆圆。宝藏被埋在货铺门前，快去挖。哎，货铺，这个好玩啊，我觉得好玩啊。货铺，这里吗？南北杂货门口准备挖宝藏的时候。真的有贼来人啊！姓雷的，我早就怀疑你手脚不干净。请问各位是想干嘛？少装迷糊，想挖地道偷布子里的东西，现在罪证确凿，还想狡辩？开什么玩笑！光天化日之下，谁会做这种傻事？说我偷东西，证据为何？当然，就你这个傻子才做这种傻事，手上的铲子就是证据，看你怎么赖！那我所盗取的财物在哪儿？那还等你东西到手，要不要等你逃了？未免太不讲理，我只是依照藏宝的讯息才到这。那你就是要依讯息来偷东西咯。我又没偷东西。你们还在干嘛？有个贼从后门都溜走了，快追！来不及了，差一个人去报官吧。那个同党还在，把他拷打一番，逼问同伙在哪。要说几次，我不是什么贼，是雷公子，事已至此，请多包涵。可是公子怎会在我铺子前挖洞呢？这都是怪一时贪财，买了骗人的藏宝图。一天前，我收到一封信，信上说有个小贼会拿着铲子到我家偷东西，要我小心提防。这寄信之人一定是今天卖我藏宝图的人。早上我这冤大头就来这偷东西，竟敢这样耍我！我非抓他不可。那么有劳雷公子，我得赶快清点货品，希望损失不会太严重。哼，应该把你打一顿，再送到官府去。对，我爹不给我钱啊。宝藏找到没？你还敢说？趁我和人争执时到张云旺的铺子偷东西，我现在就押你去官府。是你偷东西吧？我哪有偷东西？对，就是你害张员外当我是贼。那个张员外也是贼啊！胡说八道！张员外淡定和善，在贵州城小有名气，怎么可能是贼？先还我钱来！商人要是不和善，谁跟他买东西？我可没骗你，那地方确实有宝藏，祸兮就出，盖为汇款。可恶，骗子，说死吧！选第一个的话就打他，只是吐回一千两，就这样。有什么宝藏？唐代诗人王翰的真迹。真迹又如何？
你分明叫我做贼嘛！张员外也是贼，那卷轴是李老爷借给员外的，张员外想据为己有，便埋在土里。真迹如此珍贵，你自己为何不要？我虽然喜爱风雅之物，但我一不想做贼，二不善做贼，又不能东西给李老爷或张员外，庸俗之人糟蹋。刚才见你知晓顽汉之师，便想赠你此物。那我的一千两呢？早已是我的一千两了。意思就是说，他把我当贼，利用我当贼。为什么我一直进不去？好，进去了。先抓你第二把柄再说吧。啊，陈科长，不知道会不会打架？张员外，根本没有什么贼，是你想将王汉真经据为己有，便谎称真经被人偷走。求求你别说出去，我实在很喜欢这幅画，李老爷又不肯卖，一时鬼迷心窍才会。我马上将真经还给李老爷。张员外非奸邪之辈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这事就到此为止吧。就烦请张员外将真经交给李老爷。多谢雷公子，这地藏点请公子收下。真的有算便宜吗？没关系，现在我也没钱了。那个很凶的人是谁？真相大白，雷某根本不是小偷，张大哥也不应该对在下任何成见的吧？这么画底为友如何？画个屁！谁是你张大哥？刚把这件事说出去，我打断你的腿！你什么你？警告你，别想仗势欺人！啊，我选哪一个？雷某以礼相待，何苦咄咄逼人？我真会怕你吗？好啊，谁怕谁？现在就到外面打一架。阿明，要我说多少次，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爹？拜托雷公子别计较，我会好好说他。不敢当，实在太冲动了。哼，装模作样，给我小心点。哎，没有要打，没有要打的意思啊。好，算了。小嫦娥，雷公子，你别这样叫我，这么叫有什么不对吗？就是不对嘛。他跑走了。到底有什么不对？我以前不是这么叫的吗？那是以前，我已经是姑娘家了。可是雨大师也是叫你小嫦娥啊，那是我娘嘛。一直跑来跑去的，以前你都叫我雷大哥，我都叫你小嫦娥，为什么要改口呢？因为我们以前不一样了。有什么不一样？雷大哥还是雷大哥，小嫦娥还是小嫦娥啊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。你到底想怎样？就算你不叫我雷大哥，我还是叫你小嫦娥。你。小嫦娥，你为何总是背对着我呢？因为我会记得看攻略的啦，而且玩过这么多次了。啊，没了，好了，就这样。登徒子，考虑看看，
郑哥哥，温姑娘，别这么叫我，冠南为请的，叫人家想远远就好了嘛。这温姑娘也是大家闺秀，这么称呼不合于理啊。那为什么郑哥哥叫周旋那个小雪，还叫吕姑娘小嫦娥呢？他们俩年纪尚轻，这么叫并无不妥啊。郑哥哥跟奴家总想玩在一块，你以前不这么叫我，怎么现在却反而生疏了？小时候是小时候，那时你也不是这个样子，可爱多了。你说我现在不可爱吗？你是不是讨厌我？怎么会呢？好歹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，你别想太多了。郑哥哥，陪人家喝杯茶嘛，人家好多话要跟郑哥哥讲。我选哪一个？烦死了！郑哥哥还有事，赶快赶快！哇，郑哥哥干嘛对人家那么凶？别哭嘛，郑哥哥真的有事，不能陪温姑娘。为什么郑哥哥对人家跟对周雪差那么多？有吗？小雪要我陪她去城外玩，我也没答应过啊。口气完全不一样嘛，郑哥哥怎么这不叫人家小月圆呢？真是无理取闹，我不管你了。好可怜哦。爹的心里就有大哥，小雪在不在家他根本不在意，郑哥哥还不是一天到晚往外跑。你爹，哎，我也不便说什么，小雪走在热闹的市集还是很寂寞吧。郑哥哥，你真是大笨蛋，不管是爹还是大哥，小雪才不在乎别人怎么想。但毕竟是姑娘家，有许多心事。OK， 没扣声望。孙姑娘，你在等图纸，想跟本姑娘搭讪吗？不是的，我……别以为全贵中的女人都很清新，本姑娘可不放把你放在眼里。我只是想找本姑娘聊聊吗？闲着没事便找个姑娘说几句话，不高兴就把别人甩得远远的。你以为自己是谁啊？就凭几个错线，别把下流当作风流。请让我把话说完。孙姑娘总是闷闷不乐，雷某有点担心。你这轻薄的家伙，谁要你来担心？雷某出于一片真诚，孙姑娘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呢？关心本姑娘仰慕者多得很，还轮不到你来担心。卖水果的阿水呢？我们稍微对话一下就好，这边都我就不念了。包子一个二十。哦，那小嫦娥的娘嘛，以前老电脑玩这游戏卡死，对，我以前电脑卡死，现在超级顺。哎呦，按错了。
念真，哎，没见过这个人。老先生是外地人吗？繁某来各国行商，刚从大理回来。先生若不嫌弃，不妨在寒舍一坐。多谢盛情，不过老夫还给点赶路。贵哦，现在都没钱。有青城派一组钉锤，像个玩具似的。哎，对，以前在出大力图的时候等超久，出大力图的时候等最久。这位公子，我罢了。兄台有什么事？只说无妨。没有，没什么事。这个啊，就是你升官要低才跟接，就现在没办法接。那边没东西呢，好，好，这边该逛逛完了。念真也是有剧情的，好，就这样。我们跟他对话看看。奋计天下事不平，怒化矫枉世间孽。OK， 没什么。然后再来是这个，这个可以到哪里呢？到我们熟悉的地方。琉球。大家知道琉球是哪吗？就是那个琉球，讲废话。黄花什么？八卦棍。我们就要先到各个地方先拿一些装备武器，然后就可以好打。琉球在这边的琉球就是台湾啊，各位，我们到台湾啊，台湾。我们去野花岛。先捡宝物，铁手环啊，完全不用买啊！我记得这款游戏根本就不用买武器跟防具，你只要捡到处捡就好了，方便方便。去人家家里偷东西。超爽的古商店哦，好，这边是有一个剧情的啊，我们先点好了。夫人为何哭得如此伤心呢？你就是你，就是你丧偶丈夫。夫人，请冷静，你认错人了。这下雷震贵州人士，根本不认识尊夫，怎会下毒手？是啊，我太激动了。夫人该怎么称呼？可知是谁下了毒手？霍姨夫人便可。我也不知是谁。我丈夫和下属出海捕鱼，多日未归，我不放心寻他们，好不容易找到他们，哪知尸体的血液已遭吸干，被以为是什么水怪。但我后来曾听闻有种功夫叫五斗米神功，炼之需以活人血为辅。李夫人可知有谁炼此邪道？青阳洞的岛主端木远是有炼此武功。李少侠可愿帮我守恩这妖魔？
董母也为此邪魔歪道，滥杀无辜，绝不能姑息他。林少侠若能带我杀这丑家，我必以本党的绝学相传。OK， 这个就GG了，你接着就GG了。好，我来吃烟洞了。吃烟洞有东西吗？没有。一样，先冲个档。这下雷震，贵州人士，前面可是吃烟洞主吗？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样？来到此岛只想拜访洞主，不知前辈尊姓大名。我就是洞主，我不欢迎你，快滚吧。真的声位要低，哈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，那如果要照我刚才那个说法的话，你声望要低，先接了这个之后再去接声望高的。左边哪有鸟啊？这是鸡好不好？这哪是鸟？你们知道这鸡是干嘛的吗？我没接任务啊！不是不是啊，不是的，不要误会。端木远有端木远的任务，黎夫人有黎夫人的任务。黎夫人是正派路线，会可以接他的任务，而端木远是你反派路线可以接，你就是声望低的时候可以接。那我刚刚是说，你先把声望降低之后，先接端木远的任务，他会给你一个防具，解完之后，你再把你的声望提高，再去接黎夫人的声望，黎夫人的任务，你可以回来把端木远打败，这样听懂吗？这样子的话，你两边的东西都拿得到，但是这样很麻烦。不会被洛基侠想太多。这是他练那个神功嘛，那个邪功，他需要血，一个要冷血啊。然后会有鸡，是因为抓鸡给端木远的话，端木远会打你，呵呵，会打你，要抓冷血，就是这个姑娘，所以有点残忍啊。所以我其实不喜欢这样。好，跟大家讲解一下，我们就走吧。我们之后再来解。哦，野人灵，昆仑掌，喂，别再往前了，就给我站在那里。两位仁兄，何故拦路？哼，小子，老哥哥欠银两，要向你来借来花花。是啊，所谓好心有好报，你就借些银两给我两哥哥俩用。这好啊，要银两就凭真本事来拿。小子，嫌命太长吗？就让你尝尝真本事。不知道被一击就死了，我说我死敌没什么难度嘛，弱死了，你知道十一等都这么弱，那我怕要死，不知信里写些什么，我们先看一下信吧，好简单哦，我还以为多难呢。桃儿小兄弟，奴潜入马家已多日，可有所斩获？莫忘了奴尚欠我两人一份人情，前领之约务必要赴约。张仁 ，OK， 好简单哦。为什么觉得比以前打还简单？嗯，我刚刚主角了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呢要去。三仙府，雷震又来家里，人家家里偷东西了。欸，没人啊？哦，对齁，要解这个妙手回春。这内圈外圈。
妙手回春。啊，这款游戏还有机关哦。新出老怪，你这贼玩吧，很好，很好，你终于找到我了，算你厉害，你为非作歹，终须……我都还没念完。薛前辈，这下贵州雷震不是什么新出老怪，更不敢找前辈麻烦。师太，师太，我以为是新出老怪找上门来。新出老怪是什么来头？请他在下同薛前辈一起御敌。此人非你我能敌，其中原有部族外人道，道士公子来我薛府，可是有谁患了疑难杂症，需要医治。不过雷公子可以用武学交换。交换？罢了罢了，公子年纪轻轻，恐怕没什么能换的。究竟要薛某医治何人？晚辈并无劳烦前辈之意，不过是游走江湖之耻，便敢拜见前辈。原来是这样，语速不能调，我已经调了，可是。他就是会自动，他有些对话会自动按掉。闯荡江湖多有凶险，那我送你一些东西吧。哎呀，弄丢这他如何是好？这钥匙可是相当要紧，给他带下去请锁匠来。这乃我薛家祖传宝箱的钥匙，锁匠是打不开的。薛前辈可知钥匙大概掉到何处？请让在下帮忙找找。好像在屋外，又好像在屋内，应该是带到琉球。说出来不怕你笑。上次听到消息，新出老怪要到中原，薛某以为老怪要来为难，我赶紧西驾大船至阳江港乘船到琉球避风头。钥匙应该是掉在琉球。新出老怪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这雷公子就别问了，只要找到钥匙，自个去取宝物便是。好。薛神医掉的钥匙在这里，这个位置，这个黑点，哎，不是吗？哦，有有有，地上好像有东西，是钥匙，应该是薛神医遗落的钥匙，拿到了。好，我们找到薛神医的钥匙了。那钥匙要怎么用呢？一样。要这样子，移过这里就可以打开了。好，现在一个重点，你看哦，北冥真气，只要移到主角身上就可以学了。但是因为我们要学洗髓经，在学洗髓经之前，要把所有内功心法忘却，所以这些东西都暂时不可以学。等到学到洗髓经之后再学。然后还有什么东西？玉婴环，好，玉婴环是龙形，好像是也是某个套装里面的防具。好，这边的剧情就这样。晚辈已取秘宝，多谢前辈。新出老怪可是前辈的对头，可有在下人效力之处？真乃本派之秀，不敢劳烦公子。况且这老贼武功高强，耳毒啦。本派不是前辈师承门派，莫再追问。公子的好意，薛某心领。前辈有难言之隐，暗面罢了。洗髓经我记得可以，在蛮后，他算前期的，前期就可以拿到了。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用吐纳法可以打赢敌人的，放心，可以。好，这边剧情就这样没了。我们现在解都是支线任务。直观是这是什么？普路士。怎么办？这可糟了！方庄怪罪下来的话，可就糟了。
我得带师兄弟发现前找回来。大师可有是什么东西掉了？这下愿意带回寻回？是啊，本是藏经阁的手抄金刚经，昨日被人盗去。贫僧师持藏经阁经书被盗，乃是我的疏失。少侠愿意帮忙是最好不过。可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进出藏经阁？藏经阁全天都有人看守，有贫僧的几名弟子轮班，但是轮值的两名弟子都说没人进入。这就怪了，大师，我们去负责找负责轮值的弟子问问看吧。那两名小僧正好在室外。尽德尽慧，这位雷少侠要帮忙找经书，师主问你们，你们就答什么。两位小师父，昨天有什么可疑之人经过这？没有啊。对了，会不会从窗户进来？门窗都是锁着，平真晚上才发现。我每晚都会定时到藏经阁检查。可是锁匙被偷？锁匙就有三副，一副在方丈身上，一副在我身上，一副在守卫身上。方丈师兄我也问过，并无疑是钥匙。难道偷经书的人可以像鬼魅一样，不用钥匙变得进出藏经阁而不被发现？这经书究竟多珍贵，常人偷此经书？这手抄金刚经乃是开世祖师之笔，有百年历史，在防夫连中也算古董，就本事而言更是无价之宝。我根本就没念完。师父，其实小徒该死，守卫神武两层同时上茅房，我们心想门是锁着，所以徒儿愿受责罚。师父并没有过失，请方丈责罚我们。你们说这话是看开清师父，师父管理藏经阁经书不见，怎归咎于小镇？我岂是没有担纲之人？我这就向方丈请罪。请让我们被同去。 OK。禀告方丈，师弟犯下大错，来师请罪。师承师弟性情慈祥，深受晚辈爱戴，不管是什么错，老衲皆会从轻量罚。万万不可，师弟中年出家，幸蒙方丈照顾，爱护有加，若是方丈从轻量刑，恐对威信有害。究竟什么事这么严重？师弟掌管藏经阁师子，手抄金刚经给人盗走。什么？手抄金刚经在我这啊！惭愧惭愧，我竟忘了跟师弟说。雷师祖，又劳你了，让我传授你普贤心经这套武功心法。傻眼，等一下我学到。 OK OK， 所以我们不能先来。好，这个是横山桥。很三桥有熊，大熊，大熊是你。哎，可以在当中中换武器哦，原来可以。便携式马桶。啊啊，好，主线剧情喽。哎，都没人。哎、欸，我们先跟这个人讲话。现在有点重，可是我不需要啊，200两。好，我们先去马府吧。马府是这一个。好，这边是主线剧情了。请问这是马武的马武爷家吗？大家人是，请问公子有何事？在下雷震，特来拜访马武爷。这有一封由家父所书的拜帖，请过目。我们拿给他。沙士有时候喝起来有个药味哦，我是觉得还好啦。是，请公子稍等。
公子请进吧，老爷在大厅相候。是，有劳了。没有东西吗？马府遭窃，啊！和我上次就已经想打嗝了。雷贤者，多年不见，你都长这么大，你爹还好吗？托四伯的福，爹一切安好。好好好，难得贤侄来此，可独待几天。我一会儿要是出门，你也不必客气，把这当自个家。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吩咐下人去办。是，多谢四伯。来，带雷少爷去房内休息。是，雷少爷请。雷少爷，就请你暂住这，有何需要，肯吩咐老奴，老奴就在厅内。多谢了。那么老奴告退了。打坐的经验值也蛮高的，这个也是支线剧情，可是你圣翁要低才能触发，所以先不理他。然后就是这个这个和尚，鲁和尚。先存档好了，看打赢他会拿到什么。咦，你也是要马虎口套的吗？教父与 马虎也是世交，所以，好好，我知道。总而言之，马虎爷教我管饭，哪个不是他朋友呢？看你的样子也像个练家子。来来来，我最爱和人切磋武术，咱们来练练。点到为止。支线剧情，这回马府遭窃，老爷也交代过，不论是谁寻获，只要交出那本录与茶经即可，其他事物就留给寻获者当作是酬劳。OK， 被谁偷走呢？就是刚才那个仆人讲的桃儿姑娘。好，我们这时候回乾宁就会遇到他了。然后在这之前呢，故意输给他。啊，这么认功勋嘛，给你去练，不用太谢我，我提携后进嘛。多谢，想练我随时来，我随时奉陪。好，就是他，桃桃儿。你是何人？来此做啥？造下雷阵，想请你交出马五爷家所丢失的东西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哼，让人不知，除非寂寞我，快把东西交出来！大言不惭，看你有何本事？会不会我打不赢他？应该打零。哇，好痛！658D 是怎样？不能输！啊，还这还没死，那就是我死了。啊！吃猪肉，
Miss， 好吧。好，再练等，再练。耶、yeah, ，打赢了，打赢了。哼，是谁派你来的？看你相貌堂堂，叫你跟那个盗匪结伙。咦，你说什么？我跟盗匪结伙？哈哈哈，真是天滑天下之大稽啊！跟盗匪结伙的应该是你吧？否则你如何解释这封信呢？哼，这信如何在你手中？怪只怪他们抢错人了，刀剑无眼，他们俩正同往黄泉路上。如何？快点把东西交出来吧。东西可以给你，但我有条件。什么？索要败将，就还敢谈条件？我有苦衷，信不信由你。反正人命一条，要你就拿去，不然你就答应我的条件。居然这样耍无赖！好，你说吧，你有什么条件？如果你信得过我，就先放我走，我会在大理城的迎宾楼等你。好吧，你最好不要骗我，否则下一次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。你放心吧。对了，我的名字叫陶尔，你可别忘记了。OK。